我都不知道原来声音怕手坑呢。My you do it。行くわ。私のターン。他可以那个。行くわよ。モンスターを攻撃表示で召喚。我遇到一个孔雀舞，他玩的不知火，我要吐了。他好像没发技能耶，他纯粹就只是想要用孔雀舞来恶心那个跟他打架的人，这样。没有，他的隐者已经下墓了，然后他的妖刀不知火在台上躺着。我觉得需要螺旋枪杀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需要螺旋枪杀。这个不一回合把他打死没有办法，可是没有螺旋枪杀。这东西跟雷龙一样。对啊，他会太跳那个僵尸戴俊泽啊，然后盖亚就在那边眼睁睁的看他在那边双尸女炸泥牌双尸女，就哦，他就是新的那一个雷狗龙啊，不要怀疑，就他。啊！谁会玩那个啊？杂技吧，你对面的杂技吧。哦，不行，我还是觉得我要。我想不开了，我想直接抓天翔，然后把那个。妖刀不知火转过来打，对，我来试试看能不能一回杀。我先把它转过来，有，但是我已经进战界了，不怕它。这样减1800嘛，这样打2600，哎，我赢了、欸，靠腰，我不需要螺旋枪。没有，我场地我是无敌的。